欢迎收看112年5月13号星期六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高雄市桥头再生水厂新建移转营运案举行开工动土典礼，高雄市长陈其迈接同行政院长陈建仁及各界贵宾一同参与，随后也共同出席财政部关税署第四艘弃丝艇交船典礼。高雄市桥头再生水厂新建移转营运案举行开工动土典礼，高雄市长陈其迈协同行政院长陈建仁及民意代表一同进行动土仪式，期许工程如期如职完工，开工顺利，动土大吉，二动土，树德宏基。陈其迈指出，为落实环境永续发展及展现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台积电等各大企业使用再生水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他上任后即针对未来产业用水，向行政院争取桥头、楠梓两座再生水厂，未来桥头再生水厂3.5万吨及楠梓再生水厂7万吨，合计10.5万吨，将在北高雄提供产业使用。那现在因为不管是 RE100 的企业需求，或者是在这个 ESG 的一个要求之下，这种企业普遍使用再生水，这个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劲，那尤其台积电在不管在它环评的承诺或者是对于落实永续的这个责任的部分也都希望说能够使用再生水，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的桥头再生水厂，总共未来会有3.5万吨，以及楠梓再生水厂会有7万吨，总共10.5万吨。陈其迈强调，在高屏溪川流量8.8 CMS 情况下，以过去的经验来说，已采分区供水，但现今高雄仍维持橙灯，每天稳定提供136万吨供水，可归功于行政院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高雄要往高科技去发展的时候，我们水电的供应是相当的重要。当我在总统府工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台积电曾经考虑要到桥头来，可是当时想说这水电的供应可能还不是很理想，后来在陈市长的努力争取之下，然后要到楠梓当然水是很重要，而且台积电的水它是要求的相当的严格比我们喝的水还要严格，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供应足够的水，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因应极端气候的一个挑战，在104年，今天高屏溪的川流量是8.8左右，以过去的经验，8.8已经是分区供水，但是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维持橙灯，很稳定的每天有136万吨的供水，这个我也要再次的谢谢我们行政院大力的支持。随后陈其迈也陪同陈建仁出席财政部官务署第四艘弃丝艇交船典礼，见证 CP10006 巡弃艇交接过程。那当时高雄港的疫情风暴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就协助台船像中钢或者是中油状况比较好的这个我们的国营事业我们那个快筛试剂都是他们要自己买了我们先接它最后要垫款，台船不用我就下令说台船太困难了在港口音我拢不用起劲，我拢主动主动提供快筛试剂台船。陈其迈相信海雄艇的交船，让高雄在查缉私烟、私酒、走私货品等工作能够如虎添翼，最重要是保卫台湾海疆，让查缉工作更加落实，并祝福海雄艇乘风破浪，捍卫海疆。记者潘志光、邱玉婷、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农历的3月23号是妈祖的生日，迄今天圣宫一连3天举办天上圣母圣诞千秋庆典系列活动，除了安排许多表演节目，也发放白米和日常用品给清寒的低收入户，展现妈祖祭祀的精神。而热闹的庆典活动不但吸引信众前来，也有外国人特别来感受台湾的宗教文化气息。
由梵谷人带来震撼的鼓声，为迄今天后宫的天上圣母诞辰揭开最热闹又神圣的序幕。来自各地的信徒纷纷前来祝寿，同时祈求圣母的保佑。许多地方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庙方不只是准备了丰富的在地知名美食供民众享用，还提供了平安米和日用品给清寒和低收入户的民众现场领取。看到很多人来到天庆宫来分享来吉星妈的这个慈悲啊，然后吉星妈妈发送一些食品啊给我们比较弱势的好朋友们，给地区啊家平安啦 啊所以我今天呢专程也来跟我们天圣宫的吉星妈祝寿。那今天除了祝寿以外啊，特别天圣宫也为我们迄今的中低收入户跟那个边缘户特别来做物资的发放，那也希望大家在天上圣母的生日能够共沐神恩，大家都能够平安幸福。在民国71年建庙的迄今天圣宫适逢妈祖圣诞，特别在农历3月22到24号举办系列活动，除了为信徒以及地方消灾补运，也回馈迄今在地的民众，准备了不少的公益物资。要回馈有基金人，因为这庙是打了基金的土地，要回馈有基金人，所以每年我都办这些平安寿面，我来请问，或者低收入的，或者人吃平安。我们都知道天圣宫虽然设在迄今，但是他的信徒其实来自全台湾各地，也非常的灵验，香火非常的鼎盛，长期以来对我们迄今在地，的社会公益做出很多的付出，对的港口人有很好的照顾。天圣宫妈祖圣诞是迄今的地方盛事，现场热闹滚滚，除了吸引信徒前来共襄盛举，也有不少的外国友人特别来感受天圣宫圣诞千秋庆典的节庆氛围。很有名，这里很有名，我觉得。OK。比利时，如果你在比利时，你没有看过这个。OK。我喜欢，真的我喜欢。整个祝寿大典长达3天，希望借由妈祖救世济民的慈悲心，祈求风调雨顺，为高雄带来雨水，也让信徒共沐神恩，每个人都能平安健康。记者高雄综合报道。高雄市前镇区镇东里多年来帮助纳马夏贩售水蜜桃，今年也不例外。700盒的水蜜桃一早开始贩售，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抢购。除了水蜜桃之外，还有当地的农特产品也在场贩售，现场人潮相当热络。里长和区长拿起手中饱满的水蜜桃，大口咬下，表情相当满足。拿到镜头前仔细一看，满满的都是水分。一旁小朋友两手各拿一颗，也吃得津津有味。不论是甜度、香气还是水分，都相当足够。这是来自高雄山区纳马夏的热带水蜜桃。专台湾上好食的纳马夏热带水蜜桃啦，赞啦！赞赞赞！镇东里关怀原乡纳马夏区义卖水蜜桃与农产品，原本预计9点半才要开卖，没想到一大早就吸引众多民众提早响应，纷纷前来现场抢购。来买几盒？16盒。没拍价，但是没拍价，叫我来买啊。2盒。啊，今仔要甲卖到100万，结果你甲看。100万台，前头拄啊，这已经第二轮啊。本来是9点半要开卖，结果8点半就开始卖较紧啊，拢无停。自从88风灾过后，路面因为土石流影响相当不便。镇东里里长从那个时候就持续替纳马夏义卖水蜜桃，至今已经10几年。绕沿路多走大概2个多小时，从阿里山那边才到镇东里来。嘿，自从迄阵啊，甲因卖一届尔，卖一年尔，哇，反应足好诶，所以卖啊够紧哦，100本要甲停起来嘛无法度。一颗颗桃红色的水蜜桃摆在桌子上，高达14度的甜度，实在让人爱不释手，看了忍不住口水直流。今年纳马夏盛产了大约150万颗的水蜜桃，再送了700盒到高雄市区。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纳马夏水蜜桃有栽植20年的以上经验。那这个热带水蜜桃，它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哈。我们如果说是家里摆一盒哈，整个家里都飘着这个水蜜桃的香气，然后它的甜度哦更胜于温带的水蜜桃，然后它的口感非常的细致。随着时间越晚，来的人潮越来越多，除了纳马夏的水蜜桃，还有当地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也在贩售。你呀，
啊，龙须菜啊，金龟，一寡足侪因遐的农特产品。一盒一盒的水果不断卖出，民众抱着一整箱满载而归，现场气氛相当热烈。这些义卖水蜜桃赚到的钱，每盒将会捐助20元给当地的国中小学童，帮助偏乡孩子。记者邱玉婷、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知名寿司海外首家全球旗舰店举办开幕典礼，高雄市长陈其迈受邀参加剪彩，并且体验店内设施和餐点。陈市长致辞时特别以日语欢迎知名寿司来到高雄，并且感谢能够选择高雄作为全球海外旗舰店的据点，相信未来一定会深受民众喜爱，座无虚席。知名寿司全球旗舰店举行开幕典礼，高雄市长陈其迈受邀参加剪彩及体验店内设施与餐点。陈其迈致辞时特别以日语欢迎知名寿司来到高雄，并感谢能够选择高雄作为全球海外旗舰店的据点。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高雄市長陳其邁です。高雄へようこそ。日本へと地帯に戻ります。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欢迎来到高雄，回到日本江户时代。这个是我们藏寿司的全球旗舰店的开幕。我刚刚在里面已经吃得不想来参加开幕典礼。那我后来想想，我还是要忍痛先赶快把我们今天的仪式把它做完。希望说等一下，这个明天大门一打开，两周前可以先行预约，但是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欢。陈其迈表示，知名寿司在高雄亚洲新湾区以江户时代风情打造的全球首间旗舰店，未来绝对会深受民众喜爱，高朋满座。里面有很多全球旗舰店特有的这个餐点，我刚刚吃的就已经觉得真的是这个食髓知味，想一吃再吃，真的是非常好，非常棒所以也特别欢迎我们藏寿司能够选择高雄作为他全球海外旗舰店的这个首间。那我相信在未来这里是亚洲新湾区，那绝对可以高朋满座。这个很多高雄市民一定会很喜欢，所以再一次的要来欢迎藏寿司来到高雄开店，恭喜，谢谢。时代大道店除了有从日本引进的经典扭蛋外，还将推出限定独有的签本与射击游戏，提供高雄顾客独一无二的餐饮娱乐体验。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小港大林埔迁村案延宕已久，沿海六里最近召开联合里民大会讨论迁村问题，高雄市政府也释出善意，强调今年会再度向行政院争取68亿元的经费，目前迁村的经费已经突破了762亿元。大林埔迁村案持续卡关，高雄市长陈其迈上任至今召开了4场说明会，但还是没能达成共识。当地沿海六里近日也将召开联合里民大会，预计迁村议题将会是讨论焦点。那里长他们是可能针对大林埔不只是迁村的议题啦，他就是六里的这个里长，那他们跟里民来做一个讨论，他当然好像议题里面也会有讨论到迁村这个。考量近年营造物价上涨，市府也将建物的全新重建单价加计物价指数调涨约28.6%，并在近日宣布再度向行政院争取到68亿元的迁村预算，目前整体经费已经突破762亿元。市长上任之后，经过的市场说明会，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意见都收敛了。所以民众的共识也比较高了，然后那所以市府这边我们也希望说，其实
我们也跟经济部这边做了很多的沟通协调，那不断的去争取增加的预算。针对许多居民担心负债搬家，高市府承诺将以最优方案提供补偿，让居民能在安置地盖回原建材及建品的房屋。例如说，你原来在大林埔是钢筋混凝土的50坪的房子，那到安置地用现在的营建成本一样可以盖回50坪的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另外，搬迁时居民可以选择抽签配地自地自建房屋，或是入住市府新建的配售型安置住宅。就怕居民想自己盖屋却不知道从何做起，市府也将成立平台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居民造屋。市政府公务局这边也会组成一个团队来协助，那这个团队呢，包括说建筑师、营造厂还有银行等等，那会从说，这个要新建房子的一开始的规划设计、请领建造，那到它施工，以及施工过程里面要去做品质的控管等等，来做协助，让民众未来如果有需要自己盖房子的话，都可以不用烦恼。大林埔迁村案进度迟缓，市府除了积极释出力多，近日也强调会尽早完成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报编，以最快速度启动迁村。记者黄冠维、苏于文高雄报道。随着凤山区近年来各项建设不断开发，时隔7年，高雄市政府将再次展开凤山区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以捷运黄线为主轴，全面探讨周边区域的土地使用规划，同时聚焦中仑农业区发展等议题，带动凤山区发展及都市再生。时隔7年，随着区域公共建设陆续规划及开发完成，即日起凤山区将启动都市计划第4次通盘检讨，公开征询意见，将区域都市规划结合大众运输导向发展，检讨场站周围的土地使用规划。那我们都计确实前一次通盘检讨是在7年前，那因应这样重大的建设可能带来生活的改变、生活形态的转变，那所以我们觉得必须要再继续做通盘检讨。凤山区人口数将近35.7万人，是高雄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在近年快速发展，2028年行经凤山东区的捷运黄线就会完工，届时黄线将有1/3的路线都在凤山，再加上目前局限魏武营站到凤山国中等5个站点，凤山也将成为高雄设有最多大众运输场站的行政区，为区域发展带来巨大能量。我们可以看其他县市，比如说台北、新北等等，通常捷运车站周边，它的发展都会比较好，相对而言，对，那所以既然凤山有这么多的车站，会未来即将完成，那所以我们可想预见，就是它周边需要有一个更合适的发展，所以它势必带来生活形态的转变改变，所以我们觉得透过这样一个捷运的转运，比如说我们捷运局最近也一直推很多在捷运周边的联开案，那我们是觉得就都市方面而言，我们希望也引导一个所谓的绿色交通工具，然后大家能够把捷运周边做一个高强度的发展，让大家的生活圈尽量集中在捷运周边，包含围绕重建、都更推动以及中仑农业区的发展等，都将是这次通盘检讨的主要重点。中仑农业区，它就是过往一直都是农业形态，那因应这一次轨道的建设，那我觉得它可以带来一些转变。那再来就是说，因为高雄市目前就是有很多产业虚地，那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这边也许可能提供某种程度的创新产业的引入，像我们现在正在推动所谓的2050净零碳排，那也许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些产业的规划。那当然产业进来之后，你还是要有相关的住宅商业可能来做一个资源，所以我们中仑可能会朝这样的方向先做一个思考。都发局即日起将公开征询意见1个月，并在5月举办4场座谈会，收集民众意见，带动区域发展。记者邱玉婷、苏于文高雄报道。位在左营区皮北里的义民巷，30多年来道路都没有翻修，导致路面凹凸不平。如今终于争取到经费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因为长者多，进出的必经之路不平整，就有安全上的疑虑。如今翻修之后，也能够让里民回家的路更加安全。一台台挖土机将柏油路面给挖起，工作人员纷纷戴上安全帽，穿着反光背心，关心工程进度。这条长达270公尺的路面正要进行改善工程。
这里是左营区皮北里的一民巷，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巷子一旁就是知名的一级古迹，但这条小巷子路面年久失修，不但窄小而且相当不平整，常常造成居民进出与行走上的不便。如今过了30年，终于能够重铺路面。总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争取这条马路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重新翻修了，原本来就是太旧换新，更可怕的还是我们巷子里面更多坑坑洞洞，这边的平均的年龄都70多岁了，老人家走这条路非常危险。是北北里唯一的南北的出入口哈，这个居民有400多户，将近1000多人哈，所以出入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路哈已经多年未修复哈，那我们希望这个今天把它完成。里长指出，几次跟军方反映，但考量到经费等相关问题，想要重铺也相当不容易。但是这个里内的长者非常多，4年来里长不断与当地区长、议员共同努力，也向高雄市长陈其迈陈情，希望市府能够顾及到这个老旧的眷村。那这条路修好之后，我们的老人家走在马路上有十分的安全感，又美观，而且更可怕的，这边是属于一级古迹，很多外宾来参观的，看这边房子老旧，这边土地怎么这样子呢？高雄市议员李雅芬在百忙之中也到场关心状况，希望市府能够加速脚步，除了外城墙之外，也要注意到城墙内的市民。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是这毕竟有机会做了，我们非常的开心，争取了大概4年多，未来不止在这条柏油路上，还有整个停车场，还有包括烂站岗里面会全部一并解决哦。希望未来市府不止说在整个旧城的这个建城计划，把外面修城墙修得非常好，但是也一定要来注意到我们城墙内所有居民的生活。等待了这么久，终于将凹凸不平的路面重新翻修，也让里民回家的路更加安全。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一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毕业展在博尔隆重展开，今年学生的主题是青春荡魄，走进展场就如进入复古的时代。而这一次学生的作品中，以自媒体的创作为主要大宗，组别成员发挥创意，当起 YouTuber 拍起短片，透过镜头带你来看看。踏进展场里，仿佛走进复古的时光隧道。一个个的招牌使用古色古香的指示灯箱。这里是一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毕业展《青春荡魄》。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我们对于青春这一个词不同的一个理解，来就是鼓励每一位观展者，不管你是怎样的人，然后不管你是在什么的年龄层，就是不管你几岁，都能够就是回到青春荡魄，就是回到你心中的那个青春荡魄，来兑换更好的未来。有别于以往的形式，今年并没有组别拍摄为电影，反而是以现在社会中所流行的自媒体为大宗。学生们纷纷透过创意撰写脚本，当起 YouTuber 拍摄短片。将近至少有大概6部以上的作品呢，同学们是做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制作的作品，其中就有一个组别将最贴近生活的11住行娱乐分别拍摄6种挑战，做出影片。我们复刻海绵宝宝的房间，这样子就是用整个房间就是空的模式，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去买器材什么的，像用厚纸板，然后还有用这个游泳圈之类的来复刻出海绵宝宝的房间这样。由于现在使用网络非常盛行，任何人几乎都能传递讯息，因此假讯息的传播相当常见。大众传播学系的教学就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责任，希望透过媒体试读，让学生了解传达真实资讯的重要性。不管是这么多的这个展现方式啊，其实还是要维持初衷，就是希望把一个最真实的东西呢，去把它保留下来。那我觉得现在因为整个社会上弥漫的一个可能虚假讯息的一个到处传播，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的话，让学生们学到这些东西了之后，然后在社会上可以运用。一个个摊位代表着每一个组别4年来的成果，透过镜头、透过画面、透过文字，展现团体激荡出的种种创意。记者邱玉婷、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
为了进一步了解媒体产业，台南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学生特别前往中嘉宽屏港都庆联进行参访。在公司同仁专业的解说之下，同学们了解了有线电视的经营概况，以及电视节目和新闻的制播过程，也站上了主播台，体验播报新闻的紧张感觉。站在主播台上播报新闻，来参访的同学体验主播播报新闻的感觉。大家都盯着字幕机临时顺稿，有人架势十足，一次 OK， 有人频频 NG 再来一次。从播报语气到肢体手势一一调整，同学们都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一开始的话真的蛮紧张的，因为就是一个人在台上，然后全部人都在看我，然后可能我只要做错一个的话，可能全部都要打掉重来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就是大家就是慢慢的引导啊，然后看着稿，就是会真的会有自己进入主播的状态，然后就是有慢慢的变好的感觉。因为他们可能也要做一些事前的准备啊，像是他们要先练习一下一些字幕稿，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到，然后跟导播一起做配合，然后还有旁边一些工作人员，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也有可能想要当主播这样。我觉得差蛮多的，因为其实我看电视台其实都会看，像是在台风天，就是看人家在就是现场，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跟摄影棚不一样，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做参与，然后就进来之后觉得体验还蛮新鲜的。而导播也介绍了摄影棚内节目和新闻的录制过程，从摄影机、灯光和副控室，再到工作人员和主播、主持人的默契搭配等等。目前幕后通力合作，要花好几倍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集节目，同学们才了解录影过程非常不简单。我觉得还蛮搞纲的，真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就是没有体验过摄影棚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其实分工就是那么的繁杂，这样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平常可能是在电视上看到，可是我们包内部的一些灯光啊，一些字幕，或者是主持人在上面讲话的一些动作，或者是就是要内外配合这样。不只是荧幕前面的主播光鲜亮丽，然后背后也都需要非常多工作人员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就觉得哇，原来我们平常看到短短半个小时的节目，可能需要花费很多天的心力来制作，就觉得非常感动。另外，副理也介绍有线电视系统里的公用频道，有着媒体禁用的功能，以及有线电视自制节目的内容取向和一般电视台不同，着重地方建设、议题讨论和文史记录等，让同学在关注全国议题的同时，也能够转个频道，看到更多高雄在地的大小事。之前有去参加过其他电视台，但是跟港都电视台是比较不同性质的，那就觉得说哇，原来是就算是地方电视台也是可以有这么多就是好的设备啊，然后我觉得工作人员都非常的专业，可能目前幕后都可以尝试看看，都觉得蛮有趣的。导播在就是他的演讲，他的报告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就是跟我简介的 sense 有点像，这样就是例如说像绿key的背板啊，就是简介上面的东西是有点熟悉的。对，我蛮想要就是走幕后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幕后的话就是像音控或是视讯简介的部分都有点兴趣。中嘉宽屏港都庆联身为在地媒体，肩负媒体教育责任，和大学生分享有线电视的媒体产制过程，在多元收视的环境中了解每个媒体身负的责任和使命，之后能够增加自己多元收视的管道，开拓媒体视读的视野。记者周辅庆、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市新兴区古寿宫举办炮干架比赛，吸引了许多民众参加。同时，新兴警分局为了响应全民反诈日的活动，特别设计创意，结合大港埔古寿宫所举办的传统炮干架比赛，来宣示反诈决心。哎呀，太厉害了！用镰刀要将甘蔗直立，接着大刀一挥，将甘蔗剖成两半。虽然能成功的完成，可以说是相当有难度。这次古寿宫所举办的破甘蔗比赛，现场吸引许多新兴区好手参加。破甘蔗比赛，一方面也就是说要继续来推动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那也主要我们要凝聚我们这个民众的这个向心力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我们要继续推动下去这个传统文化。那破甘蔗学到就是说我们以前那个你晓得我们一些的这个技巧。破甘蔗很有技巧，不是随便剥就可以，因为我们等一下那破甘蔗就是从那个剥那个皮，破甘蔗皮来啊，每一对把它加起来，总加它的长度最长了，它可以得到第一名，也就是冠第一名。
奖金8000元。位在新兴区大港埔一带，过去是一整片的甘蔗田，附近居民在闲暇时间都会以破甘蔗当作娱乐，因此古寺公就将这个文化结合庙宇庆典延续至今，这让周边的里长都会带着里民一起挑战同乐。同时现在的社会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内政部警政署5月5日举办的全民反诈日的活动，取破甘蔗破甘甲台语谐音，新兴分局结合传统破甘蔗比赛宣导反诈骗，用创意的方式结合大港埔古寺公这一次的破甘蔗比赛来宣示反诈骗的决心。今天刚好是我们的国际反诈日，那今天也是我们古寺公这边传统的破甘蔗比赛啊，结果没想到这两件事情刚好今天可以做一个结合，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来参与这个传统的破甘蔗比赛，然后将我们社会上这些，因为甘蔗嘛，它就是甘甲，我们希望可以将很多社会上甘不好的甘的代志跟诈骗诈的代志，一起透过这个活动的象征意义，把它破除掉。大港埔古寺公是新兴区信仰中心，每一年都会举办妈祖文化祭，让这一系列的活动邀请民众一起来同乐。啊，因为以前我们这边征讨足多外来的渔民跟在地人嘛，啊，所以呢，因为休闲哦，这是唯一的休闲的方法，以前的休闲，我了有咧卖甘蔗的嘛，啊，卖甘蔗的都。就大家拢去下一支甘蔗，用阿咧大家比赛。因为之前的话，大港埔这边吼旁边都是种甘蔗的吼，那以前就是农闲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当成是一个休闲的一个活动吼。那我觉得这个破甘蔗的活动呢，也能够让参与的民众吼，或者是说我们当地的小朋友吼或外来的游客呢，能够知道我们大港埔这边的传统文化。大港埔古寺公不只是让信众祈福求平安，也让在地的民众更加认识大港埔的在地文化，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不仅让参与的民众乐于体验，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大港埔地区过去的破甘蔗在地文化。吴家伟、王天伦，高雄采访报道。15所偏乡学校的特色串联起来，即将演出歌舞剧。黄九军教授与孩子们5月20号将在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公开展演。教育局一直以来致力于偏乡的教育，而立委林岱化也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孩子们加油打气。自信的眼神，嘹亮的歌声，小朋友弹奏着乌克丽丽，跟着节奏大声唱歌，或是身穿亮丽的客家服装，带着花伞在花园中翩翩起舞。这些孩子都是来自偏乡的国小学童，精彩的儿童歌舞剧表演准备在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璀璨登场。高师府教育局一直以来致力于偏乡教育，不能因为地域偏远、师资不足的关系，让这些学生的学习有所落差，而音乐教育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让我们的偏乡同学不只在学校的这个活动中心表演之外，也可以到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艺术的一个场馆里面来实际做体验，真正落实我们音乐平权的一个教育理念。所以我们教育局对这个对黄教授的这个热忱，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来赞助这样一个经费，全部都是我们高雄市山区的小朋友的一个成果的发表。所以在这边岱化非常感佩我们黄九军黄教授之余，在这边也号召所有高雄市民，在5月20日如果有空的话，就来给我们的偏乡小朋友加加油，给他们最大的掌声。儿童歌舞剧《梦回新乡》即将登场，将要由15所偏乡小学的学生们共同演出。编剧将各个学校的音乐与舞蹈等特色来做串联。高雄师范大学前艺术学院院长黄九军教授退休后依然舟车劳顿到偏乡学校教学，努力募款，自掏腰包，为的就是提供孩子免费的乌克丽丽乐器，提升孩子音乐素养。他的这份坚持持续了整整10个年头。好，那不是只有都市里面的小朋友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希望能够偏乡的小朋友也能够有机会自己学乐器的机会。这15所学校有在偏乡、特偏跟极偏
开车最远要两个多小时，最近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其实教育部还有一些资源可以用的，未来这个九千教授可以用，在座各位也是，教育部已经十年来有成立了一个乐器银行，那是我督导的。知性感性的故事歌舞剧将在5月20日公开展演，15所来自偏乡的孩子们用歌声、用舞蹈、用乌克丽丽的弹唱，一起站上舞台，展现自我。梦回新乡，5月20，欢迎您。记者黄公维、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迎接母亲节，高雄市左营区新上国小举办妈妈米其林饮食文学创作大赏，小朋友将家人比喻为各式的料理，学校则从这些创意料理中新选成3大类，总共18道菜，让神秘客来点菜。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让人觉得实在太有趣了。在孩子的眼中，如果妈妈是一道料理，会像什么呢？有位1年级的小朋友将爸爸比喻成爆米花，平时很甜蜜，但生气的时候就爆开了。也有2年级的孩童觉得妈妈像气炸椒盐虾，教导他的时候很严格，当孩子做出很虾的事情时，妈妈就气炸了。这些国小学童天马行空的夸张想象，让人直呼超有趣。妈像糖葫芦呢？因为妈妈的外壳很坚强，不会轻易的就被打倒。为了庆祝母亲节，高雄市新上国小举办妈妈米其林饮食文学创作大赏，国小学童将家人比喻为各式料理，而学校从这些创意料理中精选成3大类，总共18道，中式料理、异国料理或是甜品饮料进入决选，安排师生扮演秘密客，一起来试吃点菜。一碗拉面，一个辣炒年糕，包括白米饭、白开水，总共6道3星级料理评比出炉。这些得奖的孩子与家长一起上台领奖，开心接下这份专属于他们的妈妈米其林证书。很意外，因为我没想到我会得到这个奖，因为我只是认为说就是这个他写给妈妈的话不是要得奖的，然后就很意外很开心。因为之前我平常这种功课都是之前都写得烂，然后连班上选举都没有，这次竟然可以就是直接得到3星大赏。这次票选出来我们蛮意外，像白开水啊、白饭这些平常的料理呢反而获得小朋友的喜爱。其中3星得奖的学生，不论是辣炒年糕、白开水或是糖葫芦，都有动人的精彩故事。虽然妈妈表面平淡无奇，但是母爱却很伟大，跟白开水一样。因为妈妈平常对我的功课很严厉啊，但是如果我受伤或者是在学校怎么样，妈妈也会都是会关心我。她的内心的生气也不会生气超过1个小时就心软，所以觉得她很刀子嘴豆腐心。这次学校的母亲节活动还有最美的画面、画画创作以及基因神复制，孩子与家长摆出相同动作表情拍照，借此增加亲子互动与关系。而其中妈妈米其林受到热烈欢迎，许多学校活动会利用长篇作文的方式让孩子描述我的母亲或父亲，而这次新上国小从传统中创造新意，运用简短的字句让饮食文学增添许多效果。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 频道或 FB 粉丝团，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高中同学阿花传讯息给我的，进来看一下。你们又要开同学会了吗？赖好友辅助认证，哎，女儿啊，你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用？阿花说吼，要帮她用这个认证呢。赖好友辅助认证，吼，哪有这个东西？这个是诈骗啦！怎么可能？啊，这个照片是阿花没有错啊。妈，赖才没有这个好友辅助认证。如果你傻傻点这个，就。